好，富邦金可以洗开1400桌半围啊，但现在运彩现在亏损了，干脆直接减资到只剩一个10块钱的公司。所以纪委员，这样的公司，我们政府不赶快好好的管一管？这个，庄家作弊，员工监守自盗，还告政府，自己错还告政府，是，那多事之秋，拜托，我们现在政府，你看看，那国防、外交、教育各当都多出事情，拜托，你们这些财经单位这么简单事情都处理不好，我看自己辞职下台好了。但是就有这么皮的公司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现在目前国家财政很困难哦，企业有没有？照理讲，他要来挺政府才对。Yeah. 如果你不挺的话，有没有还要逼着政府去跟你要钱的话，你不觉得这个样子有点怪怪的吗？这样子。